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，两队的球员正式进入了比赛现场。好了，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。啊！但这个球啊，荣浩准备不足啊。是。随后呢，上海绿地申花又是在前场快速的反抢。哎，这球！年轻的门将郭全博。再给左脚，再给他进去里面。嗯，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曾经的上海申花队的队长范志毅，但北京国安队呢还是很好的把这球传递出来。巴干布，好球啊，打了一个上脚，一人啊扛不住。哦，看这球，嗯，荣浩拉球转身，非常的漂亮。哎呦，这球！哎呦，好高质量的传中，连裁判恐怕都很难分辨。这个球到底是谁碰了一下？对，哦，应该是看着球。布雷诺，好球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直奔后门柱而去，结果还就是打在了后门柱上。对，没拿好。徐有刚再起球，哎呦，哎呦，点传的相当不错，像是要吊门一样。赶紧去点球回来！哎呦，漂亮这球！奥古斯托啊，这个是沉浸了基本上一个半场。啊，这条射门打得厉害，对，真的是聪明，这球打的没有发力，完全是靠一个角度。传定角球开始了，落点不错，不是传定了。漂亮！两名中后卫先是力捧头球顶到，守门员奋力扑救，散落下来之后，第二名中卫埃迪在门前轻松的推射攻门，1-1。巴坎布，结果主裁判呢是各出一张黄牌，分别警告了上海绿地申花的李秋以及。北京中后官的17号巴坎布，嗯，连续一脚传递可以给，进入射程自己打，好球，有了，门前头球补射，有了，还是巴坎布，巴坎布还是巴坎布，这球其实我们说这脚打完之后啊，折到那边之后，其实跟他没太大关系，没想到还是弹过来，还是弹到他这边。中国队连续在左路做文章，又是曹云定起球，邓巴巴先把球拿住敲过来，哎呦，这个射门真好，孙世林打得太正了，对，这球邓巴巴是真好，扛住拿下再回做，哦，把这球做回来，硬往禁区里闯，结果球出来了，看这头，啊，结果没想到混乱之中，北京国安队一脚把球打进了自家的球门。韦世豪显然对于战术犯规啊，对于这个朱晨杰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犯规呢是很不满意，加上自己刚才踢了一脚乌龙球啊，所以是有一些火气。我们看任意球，我没有直接起高球掉到禁区里面，这样呢主裁判直接就把比赛给吹掉了。